我们要为普遍安全创造有利环境，关键是倡导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的安全观，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，重视彼此合理的安全关切，反对肆意扩大军事同盟挤压别国的安全空间。要更好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领域的安全，加快提升生物安全、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人工智能安全的对话合作，共同做好风险防范。